周牧师非常看重学生的工作，所以在学生的工作里面，他特别鼓励我们要传福音，而他最喜欢用的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，因为神的真理已经在进行了，所以他鼓励我们出来，他勉励我们要做小驴驹，意思是一开始就奉献。当你学完之后，一个年轻人，你做的头一件事情就应该将你自己奉献给主。而在他80岁封口的礼拜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一张他写的诗，就是下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。这就是代表他80岁以后，他觉得他的人生并没有完。我们以为封口了他就休息了，而不是，他要做更多的事情。所以他就说要像一根蜡烛，我们也常常听到人说要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，照亮你周边的人。可是他不只是这样说，他说一根蜡烛要两头烧，为的是让世界多一些光。他说如果断了成为两段蜡烛，你要四头烧，因为这样子就算是为主烧尽又何妨。我想这就是潇洒的周牧师所留给我们最后的教导。